笔电或整个 PC 来看的话，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产业。看好本业持续成长，宏基执行长陈俊胜出席供应商大会，不只要跟厂商把钢琴，也释出手机今年目标。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，Acer 的智慧型手机每年都能够倍数的增长，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目标能够继续倍数增长。双 A 大会当然少不了产业大佬，像联宝总经理陈瑞聪不发一语，快步离去。不过其他代工伙伴，像伟创董事长林宪明，对 NB 第一季展望就没那么乐观。安静，没有什么太特殊的，是不是蛮安静的？今年应该是以广达而言的话，是比去理论上应该要比去年好。这可不是处罚，而是摩羯座陈俊胜独特习惯，站着办公。而且陈俊胜还透露自己要挑战马拉松。我是第一次跑，而且不是跑者，我从来没有跑过。不止跑业务，还要在自家马拉松大赛大展拳脚，挑战7公里赛跑，也让救火执行长陈俊胜再添话题。三新闻林宇法中。